大家好，我是可佳妈妈。很多人在摄取过多的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的同时，也引发了各种疾病，其中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一种。高血压患者一旦血压控制不住，就会给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。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对心脑血管、肾脏以及眼底等身体器官的伤害。轻度的高血压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症状，大多数只有头晕、头痛等不适，但实际上长期的血压升高的状态会一直损伤各个器官和血管，最终就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，比如脑血管疾病、心力衰竭、肝脏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脏病、慢性肾功能衰竭等。所以高血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，一定要把血压调整到正常值，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快速降低血压的神奇方法，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把血压调整到正常值，让我们从此不再受高血压的困扰。只要每天早上空腹饮用一杯，你的血压就会慢慢的稳定到了正常值。这个食疗好方法用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用的几种食材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食材，它叫做月桂叶，也就是我们平时厨房常用的香叶。其实你对它并不是很了解，香叶可以作为一种调味品，其实它有非常好的解毒能力，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过程，加速伤口的愈合，还能避免身体免受细菌的感染，同时在降低血压、控制血糖、改善心脏健康、减轻炎症、延缓呼吸问题和优化消化道系统，以及在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等方面，有非常好的医疗辅助作用。下面大家就仔细来看一看，香叶在以下方面带给人们独特的健康益处。第一，香叶可以维护心脏健康，咖啡酸和芦丁能够增强心脏和身体四肢的毛细血管。咖啡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心血管中的坏胆固醇。第二，可以降低血压，在香叶茶中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定期喝上一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，甚至可以降低胆固醇，同时还可以保持血管和动脉的完整性。第三，降低血糖，香叶对我们人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一般来说，适合的饮用香叶水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葡萄糖和胰岛素的释放，这是非常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。第四，维护肠胃系统健康，相对肠胃系统有非常好的作用，既可以作为利尿剂来刺激排尿，降低身体的毒性，并且当有毒物质被消化时，它会刺激呕吐。此外，香叶中发现有机化合物，对于缓解胃肠不适，甚至减轻腹泻疾病，都有非常好的疗效。在香叶中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酶，这种酶有助于消化和营养的有效摄入。第五，维护呼吸道健康。关于香叶的另一个惊人特点，就是它能够净化你的呼吸系统。如果您感冒啦，或者是咳嗽很厉害，香叶就可以帮助你疏通闷热的空气，清除细菌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五克左右的陈皮。陈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材，它也是一种调味品。陈皮有非常好的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的作用。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，陈皮可以滋养肝阴，对肝脏的养护有非常好的作用。陈皮中含有黏性物质，主要是水溶性多糖，是一类免疫增强剂，不仅可以快速地增加人体抗体数量，增强人体免疫力，还可以消除免疫抑制造成的副作用。陈皮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免疫功能，扶正固本，所以对肝脏有非常好的排毒养护作用。然后加入清水，把这两种食材简单的清洗一下它们表面的灰尘。
清洗干净后把它捞出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两三颗的芹菜，今天我们用到的只要这个芹菜根部就可以了。剪好的芹菜根把它放到大盆里，然后浇两勺食盐，再加入清水把芹菜根彻底的清洗干净。芹菜根含有很高的天然降压成分，用芹菜根煮水喝能够起到很好的降压作用，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降糖作用，能够有效的预防高血压、高血糖、糖尿病并发症。芹菜根含有的生物碱能够调节心情，缓解紧张、焦虑、抑郁等不良情绪，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。此外，芹菜根还能够促使水分的代谢和排出，起到利尿的作用。芹菜根还含有纤维素，可以起到促进消化、排毒、通便、预防肠癌的作用。清洗干净的芹菜根挤干水分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壶中，再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。这些食材我们可以反复的煮上2至3次，然后我们用花茶键煮上25分钟左右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句留言、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就请给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芹菜根、香叶搭配陈皮一起煮水，不仅对高血压有非常好的帮助，并且对肝脏排毒也有非常好的疗效。这款茶可以放在早上空腹饮用一杯，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先量一下血压，如果血压很高的话，我们可以煮来喝一杯，每天煮来喝一杯，等血压恢复到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喝了。当我们的血压高的时候，这道茶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把血压调整到一个正常的水平，并且还有很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，还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肠胃、肠道系统健康，帮助我们肝脏排毒，并且平时多喝一些陈皮水，有非常好的理气、健脾、燥湿、化痰的作用，对我们的身体也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喝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身体各个器官都越来越健康了。煮好的茶直接倒入杯子里，趁热饮用，效果更佳。这款茶喝起来的味道是甘香的，特别的好喝。喜欢的朋友不妨把它收藏起来，试一下哟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